为了提供市民友善动物空间与收容认养环境，新北市政府与板桥动物之家在不影响原本收容量的前提之下，增设毛宝贝生命教育园区，举办各类型的生命教育活动，宣导爱护生命理念。园区内设有展示体验馆，定期规划动物艺术相关展出。还有毛宝贝专属美食 DIY 区与美容 SPA 区，提供宠物美食料理及美容洗澡空间。园区内创新推出智能认养区，将收容动物即时影像显示于电子看板，让民众快速挑选与认养动物，同时也减少动物紧张及疾病传染。借由完善认养前评估及认养后追踪程序，保障认养动物福利，也让民众们从园区里面的互动中更进一步的了解生命教育，共创友善的幸福空间。生命教育园区能让更多民众前来体验，帮助动物之家狗狗猫猫洗澡美容，同时还有很多毛宝贝相关课程教学，欢迎大家前来体验哦。